玉山镇指南宫的香火鼎盛，未少民众拢会向土地公来借发财金，祈求新的一年会当平安发财。庙方就统计，对正月一号甲一节，已经有将近200,000人来借发财金，金额是大概1亿左右。其中某民众因为在赚大钱，是特别转来向发财金，感谢土地公的保庇。一早起，第三镇指南宫就吸引大批民众，从小小一间土地公庙，挤到满满拢是人。有人来求平安、求发财，嘛拢是特别进来借发财金。第一次啊？我第一次啊。第一次啊，当初是什么样的心情，怎么会想来借这个发财？就跟着朋友一起来，然后好奇试看看。现在要开始找正职嘛，然后想说，可是多赚一点，然后让家里也好过一点，比较好，是这样。那你有借多少？我600块。就是，对，吃一个杯就600块，对。每年都过来借吗？没有，第一次。对，我第二次来了。你第二次来？对。好，那你上次是借多少？我借300。借300，那你借完之后，那个回去有没有赚到一些钱？有。香火鼎盛的指南宫，以借发财金出名，有民众要祈求新的一年好运大发财，佫特别看时辰来拜拜借发财金。庙方表示，其实这两年来有愈来愈多少年人来借发财金祈求事业顺利，感觉景气有渐渐变好的现象。去年都安尼，个咧借金现金的吼，大概拢伫借的吼，大概4亿左右啦，啊，现在将近7亿。啊，今年才特别借啦，今年的款啦，今年较济较大呢吼，已经借出来借1外出去啊，一个外月已经借1外出去啊，啊来已经来借金的吼，要将近要10万人啊。今年是鸡年，也是指南宫的本命年。民众来借金现金的状况是更加热烈。庙方统计，从1月1号到今，就借出1亿左右的发财金。不过，要如何使用发财金，有不少民众可能还无啥清楚。有的人来做生意的时候，我借就600，啊，就庄家用你生意场地哦去采购吼。有的人啊，有的人无做生意，有的真济就是讲啊，无我就摕100块去来买些物件。哦，啊，来大家吃平安吼，买些迄个胖啦，还是这个果汁啥吼，就一几家伙吃平安，啊，500块再提个寄到银行，哦，就好多跑这来生些钱寄，也有是这样的啦，很多用法。为了感谢土地公一年来帮助，嘛希望新的一年会当赚更加侪钱。民众无论是捐钱还是献发财金，拢相当的阿沙利。庙方发财金嘛借了真大方，就希望每一位信众在新的一年拢能平安赚大钱。记者王祖如采报道。